请进。啊，穆小姐，您要的试验器械我已经给您准备好了。谢谢李会长。穆小姐，这是？这叫金乌扶桑。古书《大荒东经》中说，汤谷尚有浮木，一日方至，一日方出，皆载于乌。光明所至，生生不息。这对于别人来说只是一个传说，可它却是我们穆家的信仰。信仰？哦。李会长，我想再跟你了解一下关于沈志恒的事情。穆小姐还真是抓紧每时每刻，毫不懈怠。野水荒山闲命久，为求君子亦玄谋。我的心情自然是很迫切的。穆小姐真是博学多识啊。李会长，请。哎，请。神，这是什么字？这是渡。渡。渡人。妒忌。我只认识诺和沈字，所以以后要多识字，就能多读书了。我爹娘说我是瞎子，以后嫁人就好，不必读书。那你想读书吗？读书好吗？明事理，辨是非，要想明白这个世界，就要多读书。那你教我。我可以教你，但我要问你一个问题。你有想过自己的以后吗？没想过，也不敢想。人活一世，草长一秋，这一世一秋，总要有自己想追求的奔头。那我想变得跟你一样。我现在怎么解释，恐怕你都不会明白。没想到这几年海东变化挺大的嘛，什么东西都挺齐全的了。穆小姐看来要在海东常住啊。是不是在海东常住，也要看看能不能抓到沈之恒。说得对，期待这一天的到来。厉会长提供了很多的帮助，我们的人也日夜配合，希望这次能达到一个好的结果。也谢谢厉会长一直的努力，不知道有没有兴趣一起吃个饭？万分愿意，穆小姐请。凌凌，你去对付二小姐啊！会长，我。哎哎。二小姐，哎，不让开！哎，二小姐，我们现在执行任务呢。执行任务啊！执行任务就是陪着那个女人一起逛街。这就是任务，但不是你想。你别跟我说话，你给我走。啊，那我走了。来，穆小姐。
穆小姐远道而来，不知我们当地的酒还合您胃口吗？入乡随俗吗？只要是酒，我都可以的。穆小姐，您看还需要加什么菜吗？吃就随意吧，有酒就行了。好，那再陪穆小姐多喝两杯。穆小姐，给您倒上。谢谢。南伟的人又黑又瘦，不好看，还是咱们海东的女人好。哎呦，你又看上谁了？当然是金家的金靖雪啊！那股妩媚的劲儿把我的魂儿都勾走了，我做梦都想她。失陪一下穆小姐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那把这杯先干了再走吧。好。那个腰肢，那个屁股，哪个男人看了不心动啊？干什么呀你？谁呀你？什么的？啊？厉害！走开！穆小姐久等了，来把酒倒上吧。哎，来，穆小姐。厉会长最近辛苦了。啊，没有没有。小姐，天气冷，要不您上车吧。没事，喝了点酒，挺暖和的。其实你不用和这些人喝那么多酒的。此番来海东，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。那个令英良一心想抓沈之恒，他又对海东的大大小小事物都很精通，此人可用。您真的觉得这个沈之恒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吗？你说穆家艰难传承了几百年，每个人都活不到三十岁，要活下去真的就这么难吗？但凡有一丝机会，我都不会放弃。沈先生，前天海东来了一批神秘人，到了海东军总部，为首的是一个女人，叫穆丽花。这是她的资料。这个穆丽花是穆氏家族第32代传人，而这个穆氏家族最早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部落，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举家迁到了海外，在海外经营了100多年以后，也算是名门望族。据说这个穆氏家族，他们供奉扶桑树与太阳鸟，来获取一些超越常人的能力。更离谱的是，这个穆氏家族所有的人都活不过30岁，而这个穆丽花已经28岁了。要是传言不假的话，那这个穆丽花只有2年的寿命了。穆丽花现在住的地址你查到了吗？查到了，资料里都有。在她的住所还有一处实验室，扶桑树。
他未曾出现便能上我，若真如莫先生所说那般，必然来者不善，得想个应对的办法才行。包子来，新鲜出炉的包子啊！包子来，皮儿包馅儿大，来五个包子。哎，好嘞，老板。刚出炉的包子啊，热乎乎的包子。咱这包子，保证啊，您吃一次还想再来。麻烦再包一层油纸。哦，天冷，怕凉了。蓝先生，您拿好。哎，谢谢。谢谢。哎，包子嘞，新鲜出炉的包子啊。沈先生，雨兰，罗子，嗯，给你带的早餐，来。雨兰，我要离开海东几天，那我跟你一起去。我这次出去有很多事情要办，如果海东不适合待了，我们就要离开。是要搬家吗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我已经跟张妈交代过了，你先随她回家。是因为厉叔叔吧？和厉英良无关。池山营请来一个非常厉害的人，我得想办法对付他。那有什么我可以帮得上忙的了？还真有。你给我出去。哎哎，小姐您慢点。我就知道你嫌弃我看不见。这怎么回事？我拿着呢。哎，你还真说对了，我就是看你年纪小才万事顺着你，没想到你得寸进尺，变本加厉。哎呦，沈爷，因为我当初还豁出性命救你，我真是看错人了，我太后悔了，给我搞出这么多麻烦。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别吵了，你还嫌我麻烦？赵妈，你看看，就因为收留他，我堂堂沈公馆都被人泼了墨了。那跟我没什么关系，那是你骂的人太多了。那你就回米公馆去啊！哎、一个人都没有，多清静啊！哎，不用，回就回。哎呦，你这儿有什么好的？你那么有钱，天天只知道给我吃包子，大晚上冻得跟个冰窖一样啊！你那么小气，连个暖炉都不给我。哎呦，小姐小姐，沈先生你原谅他，你少说两句。小姐你别这样，别吵呀，别吵。小姐你别，我们俩决裂了。你别，哎，不能决裂，我也不想再看见你，明天我就离开海东。哎呦哎呦，沈先生沈先生，哎呀哎呀哎呦哎呦，小姐小姐你慢点，这是因为什么事儿啊？啊，还吵得这么厉害，他对你那么好，怎么就会吵架了呢？啊，大小姐你少说一句，这不就吵不起来了吗？你看这吵的走怎么样啊？哦，没想到这小丫头还挺会吵架，以后可千万不能惹她，让情让情。大小姐，沈先生会回来的吧？他不会不管你了吧？不会，他一定会回来。大小姐，床我也给你铺好了，你早点休息啊。嗯。你知道莫先生在哪里吧？可愿为我指路？
之恒走了？准确的说，应该是逃了。盯在沈公馆的人听沈之恒说，他再也不回海东了。不回海东吗？只要有钱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再说，他来海东也就才三年，要走也不是不可能。那米兰呢？米兰就被送回米公馆了，他应该没想带着米兰走。那个司徒威廉呢？司徒威廉跟沈之恒这关系就更淡了，他应该都不知道沈之恒走了，大半夜还去沈公馆，结果一看没人，自己都懵了。咱俩的恩怨还没了结呢。杜丽，这么多天了，还是没有沈之恒的消息。我不远万里来到海东，就是为了这个沈之恒。现在你们告诉我他下落不明，这显然是你底下的人没有盯紧他。这件事情你总得给我一个交代吧。赵穆小姐的意思，沈之恒去哪儿我们都得跟你交代一下，是吗？那自然是不敢的。不过你也知道，我能亲自来海东，足以说明我们家族对这件事情的重视。你今天到这个地位，少不了我们穆家多年来的财力相助。这样大费周章的，却让我空手而归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听见穆小姐的要求了吗？找到沈之恒，不管他去哪儿，都要查到他的下落。是。小姐，如果他们也找不到沈之恒的下落怎么办？沈之恒没办法将自己的大本营搬出海东，更不可能放弃他在海东的这片产业。我们刚到海东，形势不能张扬。只要池山鹰找到沈之恒，就能助力破解我们家族的诅咒。莫先生，在下沈之恒，我见到穆家后人了。你说在穆梨花那里碰到能灼伤你的东西长什么样？像是一棵树，金石之地闪着红光，被摆在案台上，像是供奉之物。它的能量和莫先生上次施展的能量十分相似。你倒是坦诚。莫先生对穆家和姨娘的往事了如指掌，甚至知道那三块陨石的完整来历，身上又有这般能量，怎么会是局外人呢？本来我也没想瞒你，
可是即便有了这样的能量又有什么用？玄阳石最后还是被穆家人给盗走了。当年先祖得到它之后，根据古书中的描述，汤谷上有扶桑，时日所遇，在黑池北为基础，将它打造成了现在扶桑树的模样，也就是你在茉莉花那里看到的那个。我们墨家人虽然不会不老不死，但因着玄阳石的影响，也算身体强健，长寿一族。唯一的苦，是为了承受这股力量，需要不断的淬体，不断的经受考验。有的时候，也是生不如死。如今姨娘和弟弟下落不明，我仍在寻找。木梨花来者不善，而莫先生你，我们都是为了寻根。玄阳石被盗走，我们墨家人虽然还有着它的能量，但是到了我这一代已经削弱了很多，所以此次木梨花出现十分神秘，能否一战，你我二人要徐徐图之。穆家后人到底知道多少往日之事，能力几何，我可以去试探，但此事风险极大。既然曾经的过往如今落到我头上，我势必不会推卸。莫先生，今天你告诉我这么多事情，我十分感激。纵然是以身犯险，此事我也要走一趟。小姐，饭菜准备好了。我还不饿，再等等。好的。司徒医生，你又来了。你好啊，小唐。金雪。司徒。这个给你。你怎么又给我送礼物啊？你看看。这是干嘛？我看我们医院的小护士平常聚在一起就喜欢织毛衣，我觉得你也需要这个。那我学学看。你刚从医院下班啊？对啊，我工作了一天，现在好饿啊。又来蹭饭。小唐，开饭吧。好的，小姐。吃饭去。好。多吃点。你最近工作怎么变得比以前勤快了？每天这么晚才下班。嗯，老沈走了。他死了？不是，沈兄他去外地了。难不成他平时还养着你啊？也不是，他也有需要我办事的时候。嗯，但他现在去了外地，我又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，就只能每天去医院了。你的父亲叫司徒贺，你们司徒家族也算是个大家族，怎么没见你回家呢？我不想回去，我喜欢你这里，还有老沈那里。你喜欢？嗯，我喜欢。哎，那我问你个问题，那若是有一天你不喜欢了，你是不是就不出现了？什么意思？我们也算是有几分交情了，我这个人看似朋友很多，真心的却没几个。其实我挺怕把你圈进来之后你就不出现了，就像你对司徒家还有沈之恒一样。哎，当然不会了。可是你自己说你和沈之恒关系那么好，就像亲人一样，那他不见了你去找过他吗？我为什么要去找他？这很重要吗？那对他来说我不知道重要不重要，但对我来说很重要。金雪，你放心，你要是哪天不见了，我一定会去找你的。喝汤。喝点芹菜吧。好嘞，好嘞。最后见沈之恒的，除了你们，就是这张马。如今沈之恒不知所踪，米兰也不一定知道沈之恒在哪。这个张马是唯一的突破口。哎，张妈，哎，你们家小姐真被沈先生给抛弃了？谁说的呀？整个海东都传遍了，米大小姐大闹沈公馆，又吵又砸的，泼辣劲儿跟他妈一模一样，这才让沈先生给赶出去了呀。这才多大呀，就是个泼妇，这以后海东谁敢娶她呀？你胡说什么呀？沈先生根本就没有赶走我们家大小姐。没赶走，没赶走，吵什么架呀？
你们家老爷太太都不在，还有钱过日子吗？跟你有关系吗？不是跟你有关系吗？我可告诉你，他们两个人好着呢，还给我们生活费呢。沈先生只不过是出趟远门，还会来见我们呢。我不在你这儿买了，真跟他胡说八道，不买你家菜。装什么装？你原来也没少给我编排米菜，不买拉倒。张妈，是你吗？是。是我，厉叔叔，米兰啊，你真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女孩。李叔叔，爸爸去南方了，他不在家。我不是来找你爸爸的。米兰，你这么聪明，还猜不出来我的来意吗？不知道。沈之恒去了哪里？我不知道啊。米兰，骗人是不对的。我爸走了，我妈也走了。现在我不用挨打了，我只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过日子，不想扯进你们的纷争里。沈之恒把你接到他那儿，当小公主一样养着，你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知道？我只是一个瞎子，他也没有把我当小公主一样养着。他把我抛弃了，我俩决裂了，我怎么会知道他在哪？李叔叔，沈先生从来没有把你放在眼里，你为什么还要纠缠他呢？刘生，大沈之恒在哪里？米兰，沈之恒是个什么人？他做过什么，长什么样，你知道吗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对你是不是欺骗你也不知道，你干嘛还护着他呢？告诉我，沈之恒在哪里？继续打。啊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说，我说，大小姐确实不知道沈先生在哪。沈先生是说他要回来接大小姐。张曼。
沈之恒。 沈先生，好久不见。你对我还真是执着，岂止执着，简直是用心良苦啊！这么大阵仗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再杀我一次？不，我哪能这么做？这回您只要乖乖的跟我们走一趟就行。我知道您厉害，可我这么多杆枪，你再厉害，也没有我这子弹快。 就算你能跑，他跑不掉。你不必如此，我跟你走便是了。 不同的脚步，同样在追逐，不同的归属。哦，看得到虚空，嘿，走不到尽头，找到了归宿的灵魂，为爱破釜沉舟。哦，说得出应有，嘿，逃不出荒谬。